Hello， 大家，又是我 Maria， 属猪猪的朋友呢，要听好来了。今年你有很大的贵人星，有紫微星、龙德星这些 very powerful 的贵人会帮助你啦。除此之外呢，今年还有这个红鸾星哦，所以如果你在谈恋爱的话，或者要打算结婚的朋友呢，开销会比较大啦。赚差嘛，你要娶我也是用钱的嘛。不过呢，因为有这个暴败星啊，这个凶星在投资理财方面呢，你就不要乱来了。那做生意的朋友，今年呢一定会有起起落落啦，所以要看好好来，有 cash 先存起来，以防万一嘛。在投资方面呢，见好就要收了，万一本来赚钱的东西突然间变亏，那就顾虑咯。所以今年赚到钱呢，要好好存起来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存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交给我吧，我帮你存。Konnichiwa假爆料，属鼠的朋友今年来到龙年，要努力工作哦，因为你今年正财为主，你的吉星只有将星，这是一个领导才能的星，只要你们好好努力，月入过万不是梦啊！哈哈哈哈，尤其是打工族或者做 admin 的朋友。可是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去想着要 bad 登这鬼明灯啊，因为你们的偏财运 OK 你啊，做多也是这样，小小不好喽。另外今年也有白虎星，我知道你们做事冲动鲁莽，所以要记得今年在工作还是生活里面，凡事都要忍，一人推一步，命分不安的靠嘛。最后，因为披头星对家宅运有影响，所以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在今年装修住家，而你自己呢，不妨改头换面，给自己一个新的发型啦，买新衣、新裤、新手表，能话呢也可以顺便去弄这边一下啦，哈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运势啦。啊，对哦，你们是比较喜欢吃比内拉萨还是少尔拉萨？